么改啊？啊！这要拆过柜子的吧？你有两个做，我知道呀，你们要做两个开的，是不是啊？可以吧？你要改的话，你给我出难题吧，你到时候我有很多问题的话，要加对称，要加对口。要不这样子吧，你等我改造完了，验证做好以后，你看一下，没啥那个大事情的话，就不要改了，就六个探头吧，行不行？水都买了，已经快已经输我了，你知道？我很为难。